连社区很多小朋友都认识了，因为我教过他们魔术。我们百年大镇在今年初的寒假跟今年的暑假都开了魔术班，现在我要介绍几位小魔术师跟大家见面。第一位陈林小朋友，第二位周正廷小朋友，第三位周宗明小朋友，第四位李秦华小朋友，来掌声鼓励。第五位陈玉安小朋友，掌声欢迎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散开。他们要表演的第一个节目，我先不讲名字，大家看一看他们的表演。预备。一二三，一、二、三。
小姐，我现在把这两条蓝色的丝巾绑在一起，请你帮我握在手里，不要动。